现在我们正在出发去法国街的路上哈，它是比较出名的一个景点啊。但是在这个路程当中呢，遇到了一位同胞，告诉我们来路易斯安那必须要吃鳄鱼肉，他说很好吃。我们一会儿找一家餐厅看看有没有，如果有的话我们也去尝试一下。两位小仙女，你们敢吃鳄鱼肉吗？没吃过。先帮我尝一下好不好吃。好，太热了，哎呀，好，走了20分钟。要把衣服脱一下，现在就要出发去法国街区。真吃鳄鱼肉啊？今天你是就想要吃吗？我的目标是吃个生蚝，如果能有鳄鱼肉更好了。我们现在还没有到主街区呢，但是这边的小店呢已经有那种感觉了哈，看着挺好看的。但是这边的街道哈，真的就是太窄太窄了，那路边再停个车，走在这里就感觉很拥挤。而且美国的这种基础设施哈，本来就不咋地，尤其像这种老城旅游城，更不可能去翻新哈，扩建街道这种。现在我们的朋友正在路边找卖鳄鱼肉的店呢。两个女生怎么这么残忍？鳄鱼生下来就是要被人吃掉的。哎，小仙女都是这样的。真的柠檬树，我是第一次见柠檬树。有点皱。可能没人摘，时间长它就这样了。我把你举上去吧。好漂亮啊！天天你看这种画，如果挂在家里面，是不是很好看？对啊，很不错。还有这边，真的就是每个人对于艺术的理解不一样哈。这种画风就是新奥尔良这边街道的这种风格。我朋友正在问别人，就是吃鳄鱼比较好吃的餐厅，然后他推荐了两个给我们，推荐给你了。真的就是靠山吃山，靠山吃山，靠海吃海，鳄鱼多了吃鳄鱼。什么东西？哪里？这个画。那个小的，右边那个倒数第二小的，是2200。这个2200刀、嗯、哇，这太贵了吧。哇，没想到我们来到了一家消费这么高的店铺。1100，1100。艺术，对，艺术，这就是艺术啊。艺术虽然说是无价的，但是有时候也需要明码标价呀。给我一个你看这圣诞树，别样的圣诞树。随便进一个商铺，到处都是鳄鱼啊，它门口摆了一个鳄鱼，鳄鱼好可爱啊，站起来了。你不要买杯子了。不买，我都服了。我买的都是带地名的，比较特别的一个建筑的杯子。我不是随便就是买这种可爱的杯子啊。行。Hello girls， 太小了，你看，只能到这儿。妩媚不？哎呦！这个东西，你这毫无反应，这一点都不吓人。不吓人，我不怕。我们家有个很大的。哇哦！哎呀妈呀！好吓人啊，好吓人啊。到店了啊，店名字叫这个，标牌就是一个鳄鱼头。 This is my ID。 OK 哎呀，刚刚问了这边的服务生，没有鳄鱼。没鳄鱼啊，肉，真没有。没有就没有呗，我又没有很想吃。
啊？没有就走啊。这两天感觉有点不太顺啊，吃啥没啥。别这样说。吃生蚝没生生蚝，吃鳄鱼肉没鳄鱼肉。你吃生蚝昨天吃到了呀？生蚝是炸的，不是不就在这边吗？我们今天找的这一家没有生蚝，但有鳄鱼，我们打算分开吃，先吃鳄鱼再吃生蚝。哇！这个餐厅真的好嗨呀，这音乐。哪个是鳄鱼肉？都是，这是鳄鱼肉，这也是鳄鱼肉。趁着没什么音乐，赶紧拍一拍。这个汤我刚刚试了，很鲜，很鲜，嗯，鲜，炸鳄鱼肉。跟炸鸡似的。你让我们自己品尝，不要告诉我。鳄鱼香肠。还有肉，青椒的辣椒的味道。这个白色的酱是什么？芥末，有奶油哈。终于吃完了，吃上了心心念念的鳄鱼肉，挺好吃的，挺好吃的，很筋道，很筋道。你不告诉我那个是鳄鱼肉，吃不出来，感觉像就是普通人哪会想到去吃鳄鱼肉啊？然后我们现在打算去吃另外一家，再去吃点生蚝。这一餐花了多少？45块钱一餐。现在我们杀到第二家了啊！今天必须要吃上生蚝。呜、哦！一会儿要不要喝点？喝点吧。我们这次去楼上，去楼上就餐啊，坐在小阳台上，这边比较安静。哎呀，有台阶。还可以吧。Nice， 我们刚刚就是在马路对面的那家餐厅吃的哈。法国赶来了。法国赶来了。有第一个就是。生蚝。对。嗯 ，Nice， 多少个？一大人是多少？12个。12个。两个，直接点两个，点两个，妥妥的。这就是我想要的感觉，度假的感觉是吧？就是、在楼上吃饭、啊，看着下面熙熙攘攘。Yeah, right. Okay, thank you. It's a lemonade. It's a lemonade supposed to like yellow, but if that's what grenadine you pour, then that's fine. That's 这是酒还是酒？长得那么可爱，小仙女的就是不一样。来。哎，你的好像蜂蜜水一样，多梦的。没有酒味吧？你要不要来一杯？这样，他问他要检查我的 ID 有没有的。小姐喜欢吃的烤面包。没有烤的，这不是这生蚝吗？它蒜香的，对啊，是我做的，我做的，你做的，做的，是做的那种，是我的做的那种，是大家都可以做的。哦，呀 ，nice， nice， 我们这次一共点了，这是12个生的，然后加6个熟的，然后这呢是也是生的，半份啊。然后这里是半磅虾、玉米、sausage 啊啥的，哇、哦，这生蚝可以啊，不小了。你看这个，哇，这个确实有点小，啊，不容易啊，等了两天，终于吃上这个生蚝了哈。我先吃了哈。吃。
来挤一点。哎呀，是吧？哇，这个配上这个柠檬，真香。跟你讲件事啊，相比下来，我觉得这个更好吃。那你们都吃那个吧，你们三一人两个，我吃剩的。想得美你。嗯。他这个烤真的做的挺好吃的，是吧？什么烤的是吗？嗯 ，surprise。再点。哇。哇、哦！哎呦！这么烫，一个大生蚝就烤成这么点了。这个虾很好吃，很辣。反正这个烤的真的很香哎，咸咸的，然后再加上，它里面放的是什么香料呀？吃个小面包。脆到掉渣，吃上生蚝就觉得满足了，不虚此行。生的好吃还是熟的好吃？生的也可以。生的可以哈。但是我更喜欢吃熟的。配上柠檬的味道，真的很过瘾。这东西好吃。嗯，好吃啊。它的虾好吃。我还没吃虾呢，哎呦。我给你拿块土豆，我要吃它那个。哈我们第一天晚上就应该像这样的，太晚了，迟到了。楼上吃着海鲜，楼下看着景色。哎呀，生活呀，饭后小甜品来了。芝士蛋糕那个苹核桃派。核桃派，试试蛋糕啊。甜不甜？非常甜。嗯。我这个也很甜，但是还挺好吃的。这个也挺好吃的。我试一下这个核桃派，甜不甜？不甜，这完全是美国人甜食。好腻啊，感觉像吃那个是啥呀？我的妈呀，真甜！吃饱了，132，还可以哈、哦。哎呀，心满意足，回去吧。回家喽，回去喽。这边好看哈、啊。是啊，这个地方可以一来，有好吃的，有好看的。这个晚上要注意安全。嗯，虽然是旅游景点，但是规划还有待提高。然后治安也有待提高。街道太窄了，但是没办法改变嘛，这些东西。它那个满地都是臭水沟味儿，这个就。行，说点好的。好的就是食物还可以，这整个街区的这个情调还是很好的。嗯。就是这个小房子呀，都特别可爱，这真的很像欧洲的那种。